怎么又是你，景仙哥哥，东关，这次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你们。对，景仙姐姐，感谢你让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。应该的。 哎呀，我已经近3个多月都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尝尝这个。你吃一口。嗯。 怎么又是你，夫人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家女儿轮不着你来惦记。今天我放过你，你若再敢来，我先打断你的腿，再送官府。 真甜。 刚好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明早还要为皇上准备早膳，卑职先行告退。 之间误会重重，但事已至此，无论我们谁再往前多走一步，那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从今往后，你当你的格格，我做我的御厨，缘分已尽，愿哥哥安好。 我看今天谁敢走？娘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吗？
谁说出去的呀？没人说出去。娘了解你，你想怎么做，娘能不知道吗？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嫁给张东官。怎么纳兰府满门忠烈，世代忠良，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女？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若走出这扇门，我就有10000种方法整死那个张东官。我会告诉皇后。 他诱拐格格，我还会派一队人马跟踪你们。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？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如果你真想拿他的前途和性命去赌你的幸福，你试试看。 回去吧，还是张东官？张东官，你出来！东哥，哥，您的叫喊声，恐怕这宫里的人都听见了。您快歇歇吧。你把张东官给我叫出来。那张大人今日不当值，早操的就出宫了。出宫了。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有变。是啊，这么些年都没变过，这些老旧的桌子、凳子早就应该换了。可东官不肯，不让换。为何不让啊？东官说了，这里呀，到处都是你们俩的回忆。不舍得。他还记得过去？当然记得。 就算是想忘，也忘不掉啊。格格，您嫁给常旭将军不久之后，东官的父母就都去世了，这里就只剩下我和他舅舅，还有表妹照顾着。东官不孝了，也不大爱说话，成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研究菜系，还冒着九死一生的机会接近皇上，去御前献菜。格格，您知道？ 吃饭的，舅妈，回来了。回来的正好，饭菜刚做好，坐下吃吧。说来说去，都是为了请贤格格。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自己做主，不和我商量？格格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家格格借着想要回府探望夫人的缘由，特意前来拜访。往后格格还是不要随意出宫，这宫中人多眼杂，况且流言可畏，对格格的名声也不好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哎，等等，这饭菜刚做上，格格还没吃呢。快去。 饭菜都做好了，吃了再回吧。
晚些我送你回去。以前日子真好，以后日子也会好的。 真没想到，你会为我做那么多事情。以后的日子还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研究出新的菜品，牢牢抓住皇上的胃。那我一定会陪你演好这场戏。嗯。